好，观众叫我用这个对打。哎、欸，你们现在都有种不要怎样，有种不要怎样，你们以为我会这么容易上当吗？我是这么好机的人吗？我看起来是这么好机的人吗？我看起来是这么机的人吗？垃圾的哎、有种都不要没种，就不要没种，什么东西？然后出，这一关真的是浪费人生哎！应该再一回合他就死了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先把水雾开起来。然后留一下水珠。这样等一下是水珠。我们有两组水珠加上水雾的伤害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靠呗，没准到。先把右边的打死。干！三。哦，我过了，等一下。两组水珠。
干，超痛，超痛。关起来！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突破系统限制，哎、欸，拜托哎、欸，两组水珠是要打个屁哦、喔！干完蛋了，打不死。打了死吗？这个伤害有点抖抖的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怎么没打我？嗯，是延迟是不是？啊，活过来了。哦，他怎么没打我？龙科不死哦，靠呗！想说什么鬼东西？怎么突然不打我呢？啊，过了过了！打一次就过了啊，水源魔。